大家好，我是路遥，今天我用面条来做好吃的。一把小葱切长段，把葱白和葱尾分开，锅烧热放一小猪油，一小大豆油，把它煮化开，小火把它炸至微焦，加入葱尾，开中小火慢炸，炸至微焦把它夹出来，加入一勺蚝油，三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一勺白糖，开小火慢熬，熬至它浓稠冒出几个小泡，把炸好的小葱加进来，再次把它拌匀出锅，锅里烧开水把面条煮熟，浮起熟透捞出来装盘。舀上一勺葱油拌匀，再放上一勺香菇肉酱，再次把它拌匀，撒点葱花，一道简单美味的葱油拌面完成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